这一株是 QM067 的分身苗，第一次开，分身苗第一次开，尺寸的话是 2.5 寸哦，这样子尺寸，然后第一次开。那青本的花型比较肥一点，那不过这跟植株的大小也有关系，这是分身的，植株再大一些，开出来水准应该就出来了。那我现在目前有在卖，就是 2.5 寸，你看它整个都是桃红色，然后中间这边是黄色，这样一个对比，还蛮漂亮的。青本的话比较花型比较圆一点，那因为这是分身的不会差很多，但是因为它是 2.5 寸第一次开，所以它还会稍微比现在看到花稍微瘦一点，但是颜色确实还是一样很正哦。现在目前有 2.5 寸的分身苗，植株不大，就是水准就不会出来。那分身的部分呢，现在是这样子的尺寸，少数部分有带花梗，有喜欢的话可以再私讯。